运。比如在咱这祝福组，家家户户啊，拢种平安大进财。来，咱东方综艺传播午间节目节目开演。哇，来，谢谢高晓。你看咧，每一年度咧，咱咧农历吼，啊，你看咱咧正月初八日啦吼，啊，第一初九吼，初十，每一个年度三天吼，啊，连续安排，啊，拢做安尼非常精彩吼，啊，咱咧节目直接来个介绍，咱只好朋友大家慢慢来个欣赏，啊，当然你啊看到咱姐姐做咱只开心神神代表吼，啊，在这个新嘉年头，你看啊，大家拢带动专家吼，因为咱闽南腔吼，啊，直接咧，人咧讲，心若去求一定成，有想要。有保庇，亲像那个插罗罗，啊，咱万教地君，伊个在咱地藏王菩萨，搁在咱的保护千岁，啊，咱的两位众神，比如在咱这种地主，大家拢总有好运道吼。咱的万教地君的灵感，这是同人在来自咱台湾全省各地吼。哇，你讲咱想着咱这种地主，非常的虔诚啦吼。啊，人咧讲哦，有烧香，有保庇，啊，咱的万教地君，比如在咱这种地主，家家户户，比如大家人满财满。家庭幸福美满，也比如在咱这种地主，人孙财孙啊，予大家咧六六大顺啦吼。来，啊，咱中昼这场精彩节目伫咧安排当中，同时也特别来个感谢吼，感谢在咱的高雄市，咱阿莲区吼，哦，那讲到咱的下当属地面这口罩吼，诶，真正是足虔诚的啦，每次拢提供两三场精彩精神的节目吼，啊，直接来个叩谢神恩，答谢神奇，真心要来个感谢。高雄市，咱阿莲区啊，咱的董事长吼，要来个介绍到咱的自发兴啊，咱的工程公司，咱的郑董事长，戴忠兴，戴董事长。哇，感谢不尽，感谢不尽吼！我闽南腔吼，啊，咱的主持吼，咱阿碧也咧讲哦，哇，讲咱的这个阿莲区吼，咱的地方市长啊，咱的地方陈大哥非常的心心啦。伫咧每一年度呢，进行的节目拢提供两三场吼，真的是感谢不尽。除了感谢到咱的地方市长以外，我后面来个介绍到咱的上虔诚的党牛啊，咱的陈秀娥。感谢感谢咱的党牛，啊，搁咱的上烟头的吼，两位后生啦吼，来，那个感谢啊，咱的地桂园，一个在咱的地聪明吼，又在咱的地当首长地良心大哥带动专家吼吼，啊，中道特别提供，咱这场精彩节目，直接来个叫声声音，答声声奇，你看增加到咱闽南腔，闹热的气氛无限啦吼，哇，感恩谢谢你，另外一场精彩节目开多爱在坐啦吼。地当嘛咧讲，开钱也毋是问题，老咧老咧，跟老好行啦吼。所以讲咱中昼呢，除了邀请咱的辣妹来个安排歌唱之外，咱搁特别创造着咱精彩，咱的钢管秀的节目吼，啊，直接要来个做安排。所以讲咱万豪地君 BU 啊，咱的地当市长吼，啊，咱这个自发兴工程行吼，每一工拢总财源滚滚一直来，和咱的地当市长一家大小好运年年。来，特别感谢，感谢咱郑董、郑龙城啊，一个在咱的栋梁带动庄家吼，而且特别无少中资安尼提供吼，咱东方精彩节目也直接来个助兴，真够在咱闽南腔，闹热的气氛无限，哇，真的是感谢不尽啦吼。今日咱地当市长冇来吼，可能在咧来对面啦吼，哇，真的，哦，你用餐了，哇，感谢感谢，今日来找咱这个亲身来感谢一下吼，你看咧每一年度啦吼，诶，即来讲到。高雄市阿莲区就受到地当市长，真正做用心的啦吼！来，谢谢你们感谢，啊，那咱中昼的节目咱就先来个安排，同时你有好的进场同款，咱有好的后幕，依照惯例啊，特别要来个介绍，介绍咱特别上辛苦无一样吼，同款由着咱东方综艺传播本团团主阿董所领导700人中魔浪 KTV 大乐队。新餐啊用的吼，啊，咱就准备着咱的简单心吼，啊，咱的平安福宴，吼，咱只好朋友大家慢慢咱来个吃，啊，咱万豪地君也比如着咱只种地主，大家拢从哪吃哪好嘢，你即嘛，去过来恁的话讲唔对吼，嘿，啊，家己的唔同，哪个烫别人的就废气啊吼，好啦来，即个情况下，咱先来个邀请，邀请着咱有个四爷辣妹，天龙宝贝演员，做一个介绍，着咱轻松好听歌曲吼，来，很花钱诶 ，OK， 来这边。